ってさ、たぶんすごい、やおらんぱ、これだ不要听啊！我是说，如果要的话，我软巴给你含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唱喽。你两个好。刚刚那个第四句，如果我要的话，我软巴给你含。最后一句你唱好。照本人的看法，金曲奖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。调子跑掉了吗？你那团员的团体里没有跑掉啊！来，照本人的看法，金曲奖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。超级巨星都挑选麦克风，因为连韩国人都可以入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有韩国人入围啊？对啊，连韩国人都入围。这一题我知道，这一题我知道。关心时事嘛？因为火龙果。王杰明、孔子，都是他们的。你就说呢。第五句啊，你就说我个人认为我软巴给你们就好了。面对现实，面对现实啊，第一拜惊惊啦，第二拜痛痛，第三拜恁祖妈甲你拼，这摆到哪边啊？到第三拜了，恁祖妈甲你拼来。今嘛是董事长乐团的追悼会啊！总教练出现了，第四句啊，第四句。林堂爹爹，金曲奖苏文文都讲遐尼济。我觉得你要先用念的。林堂金曲奖爹爹苏文文，你就搞。啊，对。靠背。我叫起消防局来啊嘞！你来了？真的吗？对啊。你看，像那种背国旗唱国歌的人，都已经进攻大陆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就凭了那个酒杯就可以去了。没有，消防局是去那边做桑拿的啦。你又在？进军大陆当台湾桑拿第一把交椅，赞！开饭店啊！你哪嘞？你跟我兄弟当作是你这是金曲奖的哦，你们不要带乐器，你们就带了酒杯去就可以反攻大陆了。好了，我三个调兵，那个讲话小心一点，你就可以带我们去了。我永远不会小心的，是我将来要成为小心，我让把给你好。你阿来讲，你阿来讲，我摸你的脚都会生气。好了。讲他老婆就已经跟到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很害怕。最后一句啊，来，来。我拉库拉塞，提莫吉，干杯啦！
给你500块，唱最后一句。那个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写的。下午彩排不是说？对，你还可以。对。回来去我温暖的故乡，甲金曲奖无啥物关系啊。好，淡薄勇气。切了。来去我，安尼得啊！你跟他讲的，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那得来讲，空音啊呢，才古锥，啊，这本来的事情得免讲啊，对不起。好啦，来，过来一摆，阿伯甲你拉，等来去我。水果你要够还没有停止的时候要拉长音，所以我被卡一边啊，沈哥你快变成女子团了，搞不清楚今天是女子十二乐团来的嘞，我跟阿莹是来代班的，快起来，我抓起盖了，那个啤酒里面有掺了什么东西啊，怎么好焦躁哦！等来去哇，好性感哦！我温暖的故乡，阿你得丢啊！不是要从头开始了吗？